Hello， 我是黄子佼。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是不是会有感到彷徨不安的时候，不管是爱情、工作，还是对于未来。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我自己非常喜欢，希望大家在不安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些勇气，勇敢地面对它。李玉玺，再见了不安。没来由的害怕今天的夜晚，尤其我身旁没有你。我知道这一路走来要珍惜，只是我现在不想听。窗边跟月亮又延长了距离，好像提醒我再去回忆。想念也许没有什么能代替，只好慢慢闭上眼睛，轻轻地解去了一幅画，一卷记忆了一箱道别的行李，轻轻地放下了一场梦，一首哭泣，成就这一段难忘的旅行。我要去未来。